2021-2020 台视歌仔戏嘉庆君游台湾案内糖厂影视基地开进大北门新闻网，观看次数9043次。2021年2月20日 https://www.youtube.com 林舒淇4660位订阅者。台视歌仔戏嘉庆君游台湾案内糖厂影视基地开进2021年2月20日大北门新闻网斜线摄影记者林舒淇报道。台视歌仔戏嘉庆君游台湾经20日上午于台南案内糖厂影视基地举行开进仪式，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到场欢迎剧组来到台南取景。黄伟哲市长表示，台南人文风景不一而足，皆是拍片的好元素，感谢陈雅兰女士的剧团选择在案内糖厂影视基地拍摄，相信透过各位演员的演出，更能深刻诠释这段民间故事的人文与的景风貌，特别预祝剧组拍摄顺利，收视长虹破五，并预请国人一起支持台湾戏剧及市府推动的案内糖厂影视基地。市长黄伟哲指出，嘉庆君游台湾是一段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，嘉具借由皇帝为福出巡的传说搜罗及呈现台湾各地风土民情，让更多民众透过传统戏曲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及人亲土亲。市长感谢本剧的企划制作团队来到台南拍摄，他表示嘉庆君游台湾除了是一部戏剧，也肩负当代影视作品难得的文化传承责任。黄伟哲期待透过嘉剧让更多人看见台南，未来市府会持续努力推动影视产业，设置的影视支援中心可提供完善的公务协助及沟通协调，欢迎优秀影视业者到台南拍片，共同为台湾影视产业发展努力。经20日的开进仪式中，市长黄伟哲率领市府文化局长叶泽山，并与议长郭姓良、台南市议员蔡玉辉、沈家凤、申宝董事长陈胜田、盐水五庙主委翁在进、金钟市地龙少华、总策划胡汉兴、制作人陈雅兰及陈秀清、导演叶宏伟及所有演员群共同虔诚助导拍摄作业顺利完成。陈雅兰透露，此次会选择嘉庆君游台湾的剧情，主要就想接地气，想把台湾各地的美景和文化介绍给更多人知道，让看到戏剧的国外民众对台湾更有印象，进而提升台湾的观光旅游人潮及国际能见度。嘉庆君游台湾戏由陈雅兰筹备2年，预计将于台视主频播出的30集电视歌仔戏，全剧以耳熟能详的经典歌仔戏剧目形式演出，演员阵容坚强，包括陈雅兰、龙少华、纪丽如、廖丽君、叶丽罗、陈怡珍、何佩云、林佩仪等。此次剧组在盐水区的案内糖厂影视基地举行开进，基地内的仿清代汉人的世界场景呈现眼前，
文化局指出，基地内的历史场景投入相当多的考究与折磨，具有文化、教育和观光意义。除了清代汉人街市场景外，还规划有日治时期荣町街景、跨时代医院场景等，提供给剧组更多元选择。欢迎导演和制作团队来台南拍片，带动在地影视观光行销。